刚刚那是谢明彦，要记得他的名字哦，谢明彦，再一次，来。我们很谢谢明彦哥，明彦导师，明彦大帅哥，今天能够来当我们的嘉宾。然后呢，你们知道最近有很多很多专辑都是明彦老师有参与咖，像是我们的 Lovely Sunday 啊。像是《落日飞车》的新专辑，很多很多，东京中央线，谢明彦本人 ，Come on， 好的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很开心能够跟他一起演奏。不过事实上呢，我们邀请的大咖可不只有他一个，让我们欢迎小号手立维，还有长号手奕晨。那这首歌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呢，是我们去年录制的单曲，也是我们把作品呈往情感解放这部分开始呈现的开始的起点。好，那这首歌我们也很开心的，就是跟 Easy 我们的好伙伴一起第一次来一起合作制作。那这首歌呢叫做见一次看看。我愿陪你情绪解放。